听到什么了？听到咚咚咚的声音。它是宝宝的心跳。我好难受。就我们家一个孩子吧，那我就不出去了，我就待在那地方，你们都走吧。我还是建议你们先到别的病区，还是最后到这来，因为这里的病毒含量最高。这样，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希望下周检测完的时候，大家都好了，可以回家了，然后病人也都好了，武汉也好了。不管是事生日子顺不顺利，都是今天。笑得不灿烂，牙太漂亮了。所以这样子就能贴近我们之间的亲。